全国唯一一间开班照顾服务科系的五育高中师生，今日早起是行出校园，来到德山镇的丁家乐社区举办社区服务的活动。学生不但准备了现今上流行的海草舞来锻炼长辈跳舞以外，也准备了真侪小游戏，场面是闹热又够温馨。由学生带领来跳今麦上流行的海草舞，是让所有老大人参加相当欢喜。伫今日透早，第三顶天加多社区是特别邀请到五育中学的学生来到社区来共同举办社区服务活动，不但带长辈来共同跳舞以外，也为长辈来练练扭火甲，更准备亲手制作小游戏来甲因共同同乐，场面是相当温馨闹热。真好啊！安尼都感觉都足舒服的啊！欢喜啊！恁咧学校有各个教，家家教育好，来遮甲阮服务，服务啊足爽快。我们今天为了长辈带来了跳海草舞的活动，还有我们有帮忙他们按摩以及量血压的活动。他在准备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用心，还会带长辈一起做游戏，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同乐。这个活动是来了将近40位五育中学美容科以及照顾服务科系学生来到社区同乐，除了会当让学生亲身发挥所学，来到长辈服务活动以外，也让社区长辈会当有更加多元无同款的课程体验。五育高中照顾服务科跟美容科师生呢，为了疼惜弱势的高龄长者，那也为学习服务社区，那我们今天呢派出40位师生集体到竹山镇的田家乐社区为高龄长者跳唱同欢，那所以我们希望呢同学在参与社区服务的活动当中能够获得实务的经验，并且将所学的专业技艺应用在有意义的活动上。因为我们长辈的课程希望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年轻小朋友们来跟我们的长辈一起互动，跟平常老师在带活动可能有些不太一样，让长辈能够快快乐乐。透过社区跟学校的用心举办，不但让学生可以有机会来实际服务长辈，也让老大人可以在跟学生互动的游戏当中，过更加快乐更加充实的一天。记者刘璇采访报道。